第三天，神的怜悯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就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主耶稣，没有信你的人就是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求你怜悯我的亲友，求你看见他们的需要，他需要福音，需要你的爱、医治和拯救。主耶稣，求你赐下恩典，救他从撒旦的权势下脱离出来。圣灵，求你把耶稣的眼光、耶稣的心肠、耶稣的爱赐下给我，让我看见耶稣所看见的，感受耶稣所感受的，去做主要我做的。求你赐给我勇气，让我开始有爱的行动。圣灵，求你打发差遣我，使我成为传福音、收割庄稼的功能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